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。这个发型都给我绑起来，简直太凉快了。今天的这个布朗熊简直不要太可爱。夹心满满的巧克力豆和脆脆。Hello。满口巧克力的香味和巧克力豆爆开的口感。西西姐保定的千层太好吃了。里面的豆豆需要我好好嚼一嚼。忙完了出来吃个小火锅。来康康我的灵魂蘸料，油碟麻酱混合绝绝子。肉肉一定要吃大口的。每次到我们这里都光盘的肉。蟹味锅里的祖师爷。回来带小丁溜溜弯，就这样了，明天见。